放弃宝贵的寒假，专程到战地参加马祖战斗营各项活动的各大专院校114位有志青年，今天在驻军部队官兵的指导下，实施了实弹射击学习。他们首先听取教官讲解射击要领和靶场规定之后，然后分组展开射击。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不分男女，一律使用57式的步枪，以100码握。